介于第二天还能上课，盛旺第二天还能打篮球，游霍过后还能自己洗澡，于洋第二天还能打游戏，林敬恒第二天还能出去打仗，费斗第二天起得比卓文州还早。总要去趟江苏吧，去走走那条三号路，看看枝桠疯长的梧桐道，远远的望一下附中的明里楼，吹吹那两位少年曾吹过的晚风，去寻找他们留下的足迹。考生行纠，违反考试要求，烧死题目，已通知监考。监考官，考官 A。违规警告，受处罚的考生违规答题，已通知监考。监考官001154982。我说仲夏苦短，我说蝉鸣悠长，我困于荒野，我去往远方，梧桐枝桠疯长，爱意贯穿心脏。